阿童马上就要擦枪，该怎么办？工厂都是咱们的，我倒觉得没什么不好的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走一个，走！咱们这种人，迟早会被干掉的。 咱们是哪种人？能活下会，应该是最干净的了吧。 高温燃烧，也会不就是最干净的了。